快去救人呐！快去呀！杨学子，没事吧？沈学子，杨学子身受伤着没有啊？这么大火，你们还在里面干什么？杨子，杨子，救我的时候受伤了啊！快快快，快速房间去！藏书阁着火，我们还是想想怎么脱离干系吧。我们没有放火，我们只是在藏书阁打扫。这也许是自然之力引起的火灾吧，此事莫要深究了。 助教也不要一味的责怪杨学子他们。是，殿下。这时候也不早了，本太子也应回宫了。恭送太子殿下。快走吧，快去找一公。沈学子。 你也不要忙了，我看完杨学子，马上为你检查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只是皮外伤，不用检查。蝶衣，幸好你们有什么事，要是有个万一，我想想就好吧。要能早点发现的话，蝶衣和子安就不会受伤了。我们走吧。蝶衣、子安，早些休息。对对对，你们快先回去，这里有我陪着蝶衣就好了。团长。 天色不早了，你也回去休息吧。蝶衣，你确定？放心吧。好吧。哦，对了，你手上伤还是要擦点药，再小的伤也是伤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回去吧。杨学子，我已经给你的后背处理过了，半个时辰后包扎即可。多谢玉公。沈学子，啊，如无大碍。 一会儿就劳烦你为杨学子包扎吧。我给他包扎？怎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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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就好了。劳烦一公。不要一直走来走去。哦，好了，不走了，不走了。时间到了，过来给我包扎。哦，好。真是让人不得安生。对不起。过来包啊。对对对。 包了吗？包，来包，包，再去说分酒，应该这么包。 请问这位沈学子，你还在我身上坐多久？
自己包扎肯定没问题了，我就不帮你了。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藏书阁失火一事疑点众多，甚是蹊跷。莫非宁香，你马上去上医馆调查一下，如果有什么蛛丝马迹，就地销毁。是。这里全是竹简古籍，怎么会出现写有关于名字的纸条呢？难道和贪污案有关？韩公，如今我已是储君，这在陛下百年之后，日后朝中出事，还望韩公多多辅佐啊。太子殿下，莫要掉以轻心。二皇子在上医馆学习之事，陛下已经知晓。陛下曾私下与臣说，他对二皇子还是很欣赏的。眼下世事多变，当心变数。毕竟储君还不是君。我管他是君王还是储君啊，如今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我看谁还敢跟我说半个不字啊。太子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现在啊还不是时候。我可等不及了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干什么？正事要紧，赶紧回宫吧，免得遭人诟病。好了好了，真扫兴，回宫就回宫。恭送太子殿下。别送了。宁香，你现在的胆子可越来越大了，想利用太子摆脱我。宁香不敢，宁香的命是韩大人救的，那宁香自然也是韩大人的。说得好，你是我身边最得力的手下，做好你自己的事，我还能留你一条命。宁香知道。这是最新的木板图样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是，宁香告退。